我今天就让你们看一下我实体战斗力有多么十足。我们买这个，我卖。高蛋，我是否应该要来两个？好，买。无痕夹很可爱，买起来。公布答案：7153。我理性购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。最近很多人都说很爱看我买东西，我这样不买下去可以吗？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就让你们看一下我实体战斗力有多么十足。对，我准备了这个。哦哟，这个带的就是爱丽丝的荷包。哎，我原本想说现在保雅周年庆我轻松买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保雅这种地方就是很恐怖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你每次经过想说，哦，我只是要买，比如说卫生棉、卫生纸，然后你出去永远都是买一大堆其他的东西，然后有时候自己原本要买的东西会忘记，所以你知道我每次来，我都要先列在手机里面，把我要买的写下来，然后先拿两个篮子。我怕我会超过，这是重点。哎，有2万、15000。无限，要把我整无限是一定要的。我希望我可以抽到无限。噔噔，5000可以啦，绰绰有余。我理性购物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保雅这小推车真的很赞。第一站，哎，这个我要补货。洛梨女孩爱用款 Hair Recipe 发的食谱，有没有记得我们上次跟二哥一起爆买的这个洗发精绿茶柚子洗发露？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一罐真的非常适合夏天用，因为我的头皮本身是不太会出油，但是有时候会比较塌，这一罐洗完真的超蓬松，而且它现在2件648，你不用先存起来吗？然后我告诉你们哦，这是重点，我去关岛没夸张哦，5天我都是用这个发膜，因为关岛很热，然后这个发膜它是可以洗在头皮上的，就是你的头皮不会黏腻。补货 OK， 下一站。你很开心耶？我跟你讲，只要是购物主题我都很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太爱买东西，原本想要就是不要塑造这种太爱买的形象，发现自己做不到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承认，大方承认。我们今天跟大家讲，我们补货这个是早上用的。我跟你讲，身为一个每天早晚都敷面膜的人，早上化妆前敷这个，然后它是可以直接帮你洗脸，然后跟保养都用好的。重点是我前两个礼拜才来保养，然后我现在又来，我还可以这样买，因为想到我还没为你们拍影片，好借口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每次来保养，我都想要买那个小的睫毛夹，然后每次都忘记，我要买这种局部加强的，就是可能眼头啊这种比较夹不到，或是眼尾的部分夹不到的。不过好的，哎，这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哎，这个发卷让你头顶可以蓬蓬的，啊，要买吗？算了，不要，我还是有自制力的。你目前只拒绝了一项产品。好，接下来。重点来了，我上次是不是有晒衣服直播，然后我是不是说我的衣服都很香，那一天大家都还问我说我用什么洗衣精哦，我觉得天哪，我这么荒谬的直播竟然很多人在看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洗衣服的秘方兰诺衣物芳香豆，这个也是洛梨女孩爱用款，一定要大推荐给你们一下。我最爱的这个清晨草木，这个所有的味道里面我最喜欢这个，来小编你们立马闻。哎，这个很自然，它就是不会化学。然后你洗完，因为我有一个怪癖，就是我洗完衣服我一定要闻，这个很香。重点是他们最近有新出的，我马上被广告打到，立刻来买。你知道它是有这个抗菌加抗臭的，就是像最近不是夏天会一直下雨吗？然后它有时候你衣服如果日照不够，你晒不干的话，就会有一个霉味、潮湿味。但它这个不会，它还有72小时抗菌。而且我告诉你们哦，一定要注意是它一定要有这个日本热销 No.1 的这个。Mark 它就是他们家的芳香豆，所以呢，我每次来我就会看 ，OK， 没错，就是它，带回家。这个我要不要再买一罐？架上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我上次告诉你们这个味道很香之后，大家跑来买，他要跟我回家。哎，我平常就很爱那个好自在他们的卫生棉，就是它液体卫生棉，应该不用我多介绍，他们真的很好用。哎，现在那个熊抱安睡裤2件224，小织女必囤。我们今天要囤个4件，因为我跟你们讲，如果就是你生理期的时候，有时候像你前几天量比较大的时候，睡觉其实容易睡得很不安稳，然后你穿这种熊抱裤，晚上不管怎么翻都不会外露，真的很安全。然后我觉得睡眠品质也会提升很多。很多人可能会怕说它会不会很闷。完全不会，就是它真的会让你睡觉得到救赎，尤其是生理期前几天。我第一个篮子一楼已经放不下了，我们要放到地下一楼了。身为保雅大户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每次来保雅都会挖到一些宝。我接下来准备要出国了，买。我跟你讲哦，买这种发夹呢，你就要买波浪的，不要买这种平板的，平板的比较容易被拉扯，要买这种有波浪型的。OK， 来家庭生活百货区，哎。这是我超爱的那个欧乐 B 电动牙刷，要1000欸，现在这么便宜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牙刷也是欧乐 B 的，然后是我大概4-5年前用到现在，然后还在用。他们电动牙刷真的超好用，
不到一千呢、欸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一直想换电动牙刷，但我一直觉得太贵了。你没用过？没有。电动牙刷？没有。我现在马上买。他们家的电动牙刷真的非常好用，而且电动牙刷就是你刷得很干净，你用过之后真的回不去。我是说真的。重点是不到一千块。我要不要买一下这个？你有试过这个吗？玉米浓汤口味的。好像没有。你没吃过？等一下去你家立刻开箱。这个超好吃。我们买这个，买。包蛋我是否应该要来两个？好买。无痕夹很可爱，买起来。我理性逛。我们今天的企划只能到这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，大概逛到关门，我还仍然在这里。好的，我们今天。我觉得非常荒谬，两层楼的部分结账喽。原本带的购物袋太小了，放不下，所以只能在这里买一个购物袋。来，你估一下，你现在大概花多少钱？其实我觉得应该差不多4-5-6千块，我觉得应该不会超出太多。毕竟你买的东西都是它周年庆的划算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买一些就是有打折的东西啊。天哪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是今天有给我在那边限时，我可以再继续逛哦。公布答案 ，OK， 7153，超过一点点而已。小姐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帮我拿这么多。我大 happy， 你们知道我有多爱几点吗？就是以前那种便利商店不是都有几点吗？我真的是会为了几点狂去买东西的人。这荣誉标章不用颁给我吗？直接可以这样哎、欸！天哪，哎、欸，他几点的东西很可爱哎、欸。对，我刚刚有偷看到他现在几点的那个活动送的什么，你自己说。汤姆猫与杰利鼠，大家知不知道我家有多少汤姆猫与杰利鼠的公仔？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全部都有。企划完全是为我打造，这个几点也是。身为一个包色王，就是全部都要打包的人，你们觉得我不用钱买吗？超重，我每次来都可以买那么大袋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回家开箱吧。这袋呢，就是我们从宝雅带回来的战利品。哎，先说哦，我是很理性购物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开箱，因为在购买的时候很多都没有详细跟大家介绍。来，先来介绍本次我最满意的战利品好了。2 hours later， 好的，本次最喜欢的战利品，我指名一定要第一个介绍，是因为我现在立刻要夹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个荷包蛋发夹，你敢说它不可爱吗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为了大家，因为我越不明，所以大家越爱，所以我现在夹了两颗荷包蛋跟大家开箱。然后我还有买一些就是发饰，你看这个很可爱的夹子，哎，你看这这么多，12个。才89块，然后还有买这个法式橡皮筋，对，法式我就大概买了这几个，因为昨天时间有限，小编一直不让我逛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我补货的，因为我的洗发精没有了，所以补货这个 Hair Recipe 的茶釉冷萃感洗发精，它里面的绿茶精粹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净化头皮油脂，那柚子精粹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发丝水润保湿哦。那像大家应该知道，现在夏天真的很热，然后有时候出门真的是头皮直接大出油、大出汗那种，但这一罐呢，它有冷萃感，所以你洗完头皮是很清爽又凉的，所以你的头发呢就不会很黏腻扁塌，就是还是很蓬松水润的状态哦。再来呢是我很爱的这个发膜，绿茶柚子精华发膜，这个我真的已经回购不到几盒了。哎，记不记得上次小编帮我整理的时候，我把它全部拿出来，然后放在一袋里面，一颗一颗，因为呢它非常好携带。那它跟洗发精一样，有绿茶跟柚子的精粹，然后就是可以让你的发丝一样是很保湿。重点是很多发膜是不能用在头顶上，但它这个完全可以，它的头皮碰到也不会黏腻，或是长痘痘啊，或是很油，完全不会。再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补货它吗？就是它真的太方便了，真的超赞，推荐给你们。噔噔，不明所以的可爱小物蜡笔小新的随身包湿纸巾，它不是卫生纸哦，是超迷你湿纸巾。来，买了两个，一个送给小编，耶、yeah! ，很可爱。哎、欸，他很想要，他刚开始这样。再来就是噔噔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这个补货很多，因为我真的很爱。每次打开你的直播，我都打开想说，这女的又在干嘛？女的又在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爱兰诺的衣物芳香豆，之前已经介绍过，最爱的就是青橙草木这两个味道，这是我此生挚爱，真的，我一闻到这个，我直接人生快活起来。重点是这两罐新的。我觉得味道也都非常好闻，但如果硬要我推的话，我更喜欢这个阳光森林香。最近很常下雨嘛，你在雨天洗衣服也不会怕有霉味或是潮湿，它都可以让你的衣服保持干爽清新的味道。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日本热销 No.1 的这个 mark 才是对的哦，日本家家户户必备的。重点是呢，它有72小时抗菌，可以让你衣服穿得安心，闻得舒爽。
再来呢是我们的睫毛部分，睫毛部分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局部的这个睫毛夹，就像眼头这边啊比较难夹到，或是眼尾它是可以局部加强的，但是好不好用呢不晓得，因为还没开箱，所以我就看到我就先买了。然后还有这个美睫夹，就是可以让你的眼睫毛变成这样一束一束一束的。再来呢是噔噔好自在的熊抱安睡裤，它是360度贴臀防漏的设计，所以你的前后侧全部都安心的帮你包裹住，你睡觉你就可以安心的睡，就不会很厚很黏。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哎，安睡裤是不是就会很厚很闷？它完全不会。来，你们看，它真的是超级亲肤、超薄的哦，也不用怕说，哎，会不会就是外露或者什么的？你看它是非常非常薄的这个材质。大家会想说，哎，可是我这样穿上来会不会勒住不舒服？哎，不用担心，完全不会，它超级不勒腰。弹性超好。再来是小编说他没有用过的欧乐 B 的电动牙刷。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电动牙刷，因为你其实牙齿的每一个缝隙它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如果你用手动牙刷不一定可以这么完整的刷到每一个缝隙，所以就还是会有牙菌斑卡在你的牙齿上面。但是电动牙刷，来你们看一下，欧乐 B 它是这个圆形的刷头，而且呢它的圆头旋转振动技术呢可以深入每一个缝隙，就是可以包覆你整个牙齿，你就可以想是这样，然后它是一个圆的，所以它是可以就是你知道零死角的清理的牙齿，可以有效清除 99.6% 的牙菌斑哦。重点是大家看一下，不要以为它是便宜的，好像就是哎会不会是品质啊没有保证，不会，因为它是德国制造的。重点是呢，电动牙刷可能会比较多人有疑虑说，哎，电动牙刷毕竟它是电子产品啊，它如果进水要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它是全机防水，重点是还有2年的保固。哎，这个很适合圣诞节吧，先买起来放。年底1000块，我如果我收到电动牙刷，我会觉得很物超所值。再来就是我补货的这个面膜，我每天早上都会用的这个早安面膜，我已经用了非常非常多年了，而且我觉得它是真的蛮清爽，但是很保湿。然后重点是我跟你讲一个 pebble， 就是我敷完之后，来我们小资女精神不要浪费，那个面膜拿起来，身体呀、脚啊，再给它擦一遍。那个精华液完整的被你全身上下吸收，赞！这个真的用不知道几盒了，上面有洛梨耶，洛梨女孩爱用款哦。好，接下来剩的就是一些零食，大家一直狂推的草莓口味的草莓派。我刚刚一直跟小妹说，我要补充一下草莓派的那个口感，我觉得还是蛋黄派比较好吃，因为它奶油就是它里面那个草莓内馅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吃久有点微腻，因为它有点太像鲜奶油了。再来是这个啊。大家应该知道吧， Costco 有卖的啊，玉米浓汤口味的洋芋片，你没吃过吗？这个我没有，我不允许哎，这个超好吃的哎。然后再来是噔噔，实在不想介绍，因为它现在已经绝版了，就被我在宝雅看到，而且我告诉你它真的大涨价，我在买的时候就有告诉你们，这真的超好吃的，早知道应该多买几包了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在宝雅所有购物跟回购的清单，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购物攻略买，绝对不会错。范爱买小姐带你指导宝雅中心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宝雅有周年庆哦，然后有集点印花的活动，身为集点女王，来给她用力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次的集点我这么拼吗？因为是汤姆猫与杰利鼠的周边，我整个大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。大家如果有看我的 room tour， 来剪辑师，你们不是很爱找我以前的片段吗？放上来，有没有看到我家旁边就有很多汤姆猫杰利鼠的公仔？所以这一次的集点我真的蛮心期待。那像我买的这个法的食谱呢，它是满799就再额外送3枚，那兰诺呢是满399呢就额外正送2枚。所以我今天刚刚结账的金额呢，总共是将近7400嘛，总共拿到53枚。只要你拿53枚，其实已经可以换一整套了。一整套。噔噔噔噔。Oh my god！ 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同时看到，因为小编一直说不让我看到底有什么，我只知道是汤姆猫的杰利鼠。天哪，这袋子好可爱。哎，它上面是这个绒布的哎。我换的时候，小编就说叫我先不要看，因为我要回来开箱给你们看。哎，真的很可爱，而且很精致，后面还有这个 logo。这个再配上我去日本买的不明所以吊饰，我整个开心哎。哎，还有，一定有一个你会喜欢，那个超可爱。是这个？对，超可爱。天哪，哎，你们看它有多精致，它上面是很多，就是它跟食物。汤姆猫的杰利鼠跟食物的杯子、冰淇淋、面啊、起司什么的，超可爱，而且还有吸管呢。就以几点的赠品来说，它真的很精致哎。还有这个雨伞，哎，雨伞也超 Q 的，雨伞也超可爱的哎。而且你买的东西就是不浪费啊，就是你生活要用的东西，因为宝雅卖的东西太多了。哦，便当盒，哎，它这便当盒也是可爱到爆哎，而且它颜色都超可爱的，紫色，然后
是杰利鼠的可爱磁铁，哎，它超适合出现在我家冰箱的，因为它磁铁质感做超好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跟大家补充，如果你没有买到这么多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是印花之外，它还是可以加价购的哦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真的是这个水杯，这水杯超可爱，然后还有这个袋子，超 Q， 真的超 Q 的，完美。哎，这个水杯5枚加250就可以换了。5枚加250，所以你就是买750的东西，然后再加250就可以换，超容易耶！超容易，你等于买1000块你就可以换嘞。好，我等一下收工我就去买。你直接去保养。对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你不会给我，我不会给你。很可爱耶！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啊，第一次带大家去看我买东西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十足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开箱。那所有的购物资讯我都会放在资讯栏给大家，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